后生有经济能力的一群，置业当然想找回自己上班的附近，就到时间又可以 work-life balance。而工作在中上环区的年轻朋友，湾仔的新屋苑往往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热点。近年湾仔越来越多又新又价钱不错的新楼盘，最适合年轻人建立他们的 young home。 第一个推介的是嘉汇轩，属于嘉华国际和市建局共同发展的单栋服务式豪宅，共有381伙，首推佢个十尺楼底，对空间感有要求的年轻人绝对有吸引力。呢度会所设在最顶嗰几层，所以做运动或者探世界的时候，自然可以享受辽阔的景观，加埋一个空中花园，浑然一个城市绿洲。交通亦都非常方便，对出装士敦道有电车，5分钟到港铁站。楼下店铺和周边大街小巷各式地铺等，衣食住行样样齐。如果喜欢欣赏维港景色的年轻人，有个屋苑可以安坐家中饱览烟花景。是哪个？上汇，舍我其谁。由恒基发展的上汇位于湾仔海旁黄金商业地段，一座物业提供177个单位。今集介绍的屋苑以它最靓景，不单止每一户都可以饱览烟花的景色，最重要是坐拥两铁优势，铜锣湾以及湾仔。上汇就主攻细单位，但是胜在楼底特高，空间感十足。不过它的一房细单位都接近350尺，对很多人来讲已经算是小家庭 size 来的了。而它的会所设施更加令人眼前一亮，坐落43楼的水族馆式摩天恒温泳池，采用落地大玻璃设计，令到泳客无论在水面亦或潜入水底，望到的都是迷人的维港海景。而第三个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环。一环最大特色就是三个屋苑当中要数它环境最幽静。一环位于湾仔道1号，前身为旧湾仔街市，一样位于湾仔矜贵的地段，部分单位更加可以尽览跑马地和繁华大都会壮阔景致，年轻人招呼朋友回家玩简直一流。除此之外，它拥有6星级酒店式服务管理，除了会所之外，还包括24小时家居设施保养服务、24小时傍洗衣物寄存服务、外游期间提供个人助理服务等，无微不至地照顾每一户。这里校网顶级学府名校环绕，将来生小朋友入读名校就更加方便了。今集介绍住这么多先，如果你想了解多些，找美联一定帮到你。